在网站上看过了，那个是比较长的。那这个我今天是本来昨天我们台化一个离岸风力的交流会议，那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给讲的。那因为这个很完整，就可以没几页，但是呢，已经把它浓缩到说我们因为风力发电跟海洋能不一样，就是它已经陆域方面已经相当成熟。那现在比较不成熟的是离岸风电。那为什么陆域风电现在已经走不下去呢？简单讲就是没有地。我们台湾，你真的说在你家旁边坐个风车，那是受不了的。那地名噪音就在澎湖，就因为中屯岛坐了八部风车，那个羊群呢、就流产，甚至于说就精神躁郁，最后海淀不得不承认说是风车的，因为就在旁边一直转嘛，那噪音就等于是魔音穿脑一样，羊就没办法睡觉。所以最后就全部赔他，让他签字这样。所以陆域风电是在台湾讲是没有什么好走的，就已经没有地嘛。这样子是不好意思。那离岸风电就不一样，我们台湾就四面环海。那离岸风电今天因为我这个 PowerPoint 很短所以我就把这个背景用嘴巴跟各位报告。那各位要有兴趣看比较进一步的说明，我在那个 PDF 档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不见得各位学长姐都有看过，所以我这边很简单跟各位报告。那这个离岸风电的话呢，在我们台湾虽然四面环海，但真的有风的是在西侧，而且是大概从台北或者说从桃园一直到嘉义这段是最好的风场。那为什么台北以北不好呢？就是它会有台风就是没有中央山脉保护，所以是台风攻过来的话呢那个安全性有问题，相对你的投资风险就大。那为什么说台南嘉义以下就不好呢因为那中美气候到那边就风力就变小相对的它的投资效益就不好。那在这一段里面最好的就在苗栗为什么苗栗呢？因为苗栗那边的地质它是一个砾石层它底下不是风化的岩盘，就砾石层，所以你做的那基础结构就很便宜相对的比较容易。但是从台中以南到嘉义这段呢，底下都是细沙，那细沙的问题就是基础结构很难做也会用比较高。那离岸风电能不能做的关键就在下部结构而不是上面那个风车上面风车现在全世界的技术发展已经各显神通那能够再往前推的能量就剩下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浮式风机或者说垂直座，目前都是水平座，各位在路上看的一样，海上也是一样。刚孟平讲说我们有8MW，那8MW那后来停掉了，所以现在路上海上最多的只到6MW就商船最多到6MW。那有人在研究要做15MW，那都还没做出来。那我想我很快这个用英文很抱歉因为我也没有时间重新写个中文的。那我想因为昨天到今天很短，那我这个很简单英文，这很快跟各位报告一下。右边吗？那这个刚各位报告就是我们台湾的离岸风电的潜能其实这有风的吗？有，底下那一颗。OK， 其实台湾的风场在依照英国他们的。